荐包，传说中的吸鼻器加喷雾器。这个应该是滤芯海绵，只是装了还不知道。吸鼻子的，洗鼻子的，这个有好多瓶子配件。重点是可爱的主机，超可爱的狗狗，这是柴犬，然后有一个成人面罩，一个小孩的面罩，大小面罩。哎，你困的时阵，哎呀，换来换去嘛。你这样困的时阵超用哦。可以哦，清洁鼻腔，鼻腔吸引器，清洁吸引导管，吹气头套，雾化药杯，所以这也可以再做那个喷雾治疗的，咬嘴器，喷纹管，氧气导管，吸面罩，梯形三通接头。这个说是雾化器啊。对啊，就是有时候有一些药，他们会把它放在那杯子里面让它吸。那个医院也有在用，可是我不会用。没关系，那个我们现在用不到，因为我们没有药给他吐。啊，不是食盐水要加这里的吗？这可以调大小的吸力吧，一边是喷，一边是吸。喷雾治疗尝试，直接接上氧气面罩之后就会出现蒸汽。声音啊！